活动当中啊，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小孩以后会不会变得很任性？非常担心，因为现在的时代啊，已经不是父母管教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包括很多的乡民啊、网友啊，或是酸民啊，都可能跟着你一起在带孩子。小朋友呢，未必是跟随着父母的言论长大，往往都是滑滑手机啊，看看世界啊，也许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他就会养成一种不太好的性格哎，因此确实是颇担心。可是呢？也正因为你没办法解决，你就只能勇敢面对了。如果很多事情是可以我两句话可以化解的，那这世界上还会有斗争吗？还会有愤怒吗？不可能。唉，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别生了，就是还是就还漏哎。那耿如很想要吗？你说对了，其实耿如比我还想要有下一代啊。我一直跟他沟通，我说。我没把握可以把孩子教好，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跟三四十年前不太一样，但是他说他有信心，那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再讨论嘛。就是我也讲不过他了，因为他就是很憧憬那种一家三口啊出去玩的那个画面，所以他也没经过我同意就认了一个干女儿，啊，就是他就很想赶快有一个小朋友在身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嗯。那礼拜天参加志玲姐姐的婚礼啊，有什么感想？哇，我参加这个婚礼之后有很多感触啊。第一个就是办婚礼很辛苦啊，那个一阵风吹来，那个婚纱可能就会制造很多混乱哦。然后那个音乐什么时候要下 ？When I fall in love， 哇，那个 timing 非常完美。所以我这次下去啊，别人都在看那个王子跟公主，其实我都在看那个乐队指挥啊，然后看旁边那个婚顾有没有出来拉婚纱，就觉得好像是去做了一场见习啊。当然最感动的还是他们在这样子的祖宗的寺庙前面来做传统的仪式啊。所以人家说这是王子公主，我说想想不对，这是少爷跟千金啊，他们在这个庙前面，哎呀，永生难忘，很开心感染到他们的幸福。我认为这也是艺人该做的，我们要把很多美的画面、好的能量传递出去。是不是也有落泪啊？志玲因为一出来就她自己先哭了，然后新郎也哭了，那我们所有的宾客也都情不自禁流下感动的眼泪。大家都有感受到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所以哭是合理的啦。那还有 Akira 的印象如何？ Akira 大概比我高两个头吧，这是最大的印象。然后他非常的大气，从头到尾都是专业型男，笑容满面，可以说是跟台南的阳光一样的温暖。那会希望自己的婚礼也办那个 after party 吗？我的婚礼啊，应该不会有 party， 因为我酒量自己也不好啊，所以就是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就 OK 了啊。其他的比较热洞房之夜，洞房就应该那个一早到晚上应该没有力气在洞房了吧？对，但交个阵仗应该会不小。我的阵仗应该会稍微大一些些，因为女方的宾客蛮多的。那因为志玲这次算是座位有限嘛，因为场地的关系。我这边大概是六七百人吧，六七百人。那会不会就是本如的那个礼服会不会比志玲姐姐还要准备还要多？这个一定要跟她拼一下的。你还真会问。今天下午她就要去再去试，已经试了两家了，还没决定。你说女人哦，这个试婚纱好像是一种乐趣哈、哦。就上次我陪她去了一家，然后五六七八九十套还不满意，今天还要再去一家。然后尤其看完志玲的那几套之后，我在想她心中一定会激起一种斗志，就说老娘跟你拼了。那生孩子是不是也想要跟她拼一下？哎呀，我这个登记啊，还有这个婚宴都被志玲姐姐超车了。生孩子这件事情。好，我们不要再输给他。
针对就是好，对对对，就是就是你们会希望采取什么样的管教？好，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主持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跟我沟通，并且说大量的故事。我希望能够了解孩子们从早到晚各种发生的事情，那从中呢，我才能够找到线索，应该怎么样跟他互动。哈，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在学校真的受了点委屈，那我们回家要给他大量的温暖。啊，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在学校就是一个开心果，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就要帮助他增加一点就是一些资讯，让他可以在学校的时候去发挥他的口才。所以我很喜欢古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因材施教。你不能用一套标准去教导全世界的孩子，那是不对的。所以我很幸运，我小时候的老师也是这样对我。我在班上呢不是最会念书的，可是我非常喜欢表演、主持，然后画漫画。你知道最后我国小毕业是市长奖，别的同学都吓呆了。哎，黄子佼又不是考第一名，为什么最后国小六年级毕业是拿到市长奖？那老师就说，因为德智体群美，他每一个部分都有兼顾到。而不像有些老师就坚持你要考100分，坚持你要考第一名。我认为这个因材施教是我小时候得到最大的感动。嗯，那天耿如说，就是说如果请小 S 他很 OK， 其他有这样说吗？有啊。哎，场面话了。哎，不说气话，要说场面话。然后他也有透露说，这次婚礼会比较特别。是不是有在计划？我们的婚礼其实都一直在改变内容当中。现在最新的进度是，露露将会拄着拐杖来主持，因为她2月要开刀。那我说你可以来主持，她说可以啊，可是你会不会忌讳我是拄着拐杖或坐着主持？荒谬吧，离谱吧。所以这是我现在最头痛的事情。你们将会看到一个掰咖的主持人。请问跟俊玲姐的规模这么大？其实我们应该不会有那种在户外啊，那个游街的过程啊。基本上我们应该就是比较 private， 比较私人一点啊。但是我们的宾客人数会比较多啦，确实是这样，大概是600-700人。真的假的？对，因为小巨蛋没有，小巨蛋10,000人，你数学不好。600-700人，好，谢谢，谢谢，刚才谢谢你哦。那如果叫明天要有来的，都是你，后面，还有那个，好，谢谢张哥，谢谢所有记者大哥。